我们刚讲到翻过来，对不对？好、哦，那个一切的这个四句呀、啊，哦，归四句，是不是这边？好、哦，因为呢，我们了解到说，哦，在凡尘的所有一切哈、哦、啊，那一些这个名言哈、哦、法句呀、啊，哎，那个四句，哦，归四句，就是我们对凡尘的所有一切。哦、有名有相的东西呀、啊，哎，我们一般呢啊都会哈、哦，去了解，然后呢啊会住相，哦会在那一些名言法句之下，哎，我们会哈、哦、住在那一种状态之中，啊，所以永嘉大师呢，哎就啊把这个哈、哦，哎我们会住的、啊，他把他呢啊这个讲得透彻啊，说哦一切呀、啊。啊，这个四句哦，挥四句哦，那个句啊，就是对哦那个啊一些哈、哦、名词里面的那个含义啊，哦把它呢阐释哦讲解出来，哎，所以我们呢了解说哦，这个都是工具、啊，哎，是我们借我们用哦，那我们呢不要住在哦这一些呢这个名言哦四句里面。哦，因为一住了以后啊，我们对自己呀、啊，哦那个进步啊就会有障碍。那假如说我们借的哦这一些哦名言数据的话，那对我们有帮助。哦，所以呢，啊永嘉大师跟我们讲说呢，一切那个数据呀、啊，哦挥数据，哦就是两边呢都不要住。那么以五灵觉呀、啊，哦合交色，就是呢。哦，对凡尘的这一些所有的哦名言法句呀、啊，跟我的哦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呀、啊，它没有哦交集，就是哦没有关系呀、啊。哦，那一些也、啊、是那一些，哦啊这个是这个，哎，所以哦那个永嘉大师呢就讲说哦以五灵觉呀、啊，哦合交色那一些呢哦名言法句哈、哦。跟我的佛性啊，哦没有相关、啊。可是呢，我们要了解那个哈、哦、名言法句啊，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是帮助我们了解、啊。这样懂得意思吗？哦，所有这一些哈、哦、啊名言跟呢啊这个法句，哦这一些文词啊，都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哦帮助我们。那当然是哈、哦，跟呢佛性本身啊，哦没有交集，没有交涉的、啊。可是呢，我们可以借着名言法句啊，哦来了解我们的佛性。哦，所以呢，啊永嘉大师就讲说：以五灵觉啊，哦合交涉，不可回啊，哦不可再。哎，我们哈、哦、那个不生不灭的佛啊佛性本体哈、哦，不可回，就是呢你要把它毁坏，你毁不得。没有办法毁坏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呢，哦，我们毁坏哦不得。我们可以毁坏虚空吗？不可以，对不对？没有办法去毁坏它，对不对？哎，我们跟虚空作对啊，哦，会裂的是谁？哎，就是自己。哦，所以我们了解呢，我们那个哈、哦、佛性啊，哎，就是啊不可回。哎，那底下也不可赞，你称赞他，哦，一直称赞他呢，哎，也称赞不到，因为他没有形象，哦，所以不可回啊，不可赞。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哦，佛性本体非常的哦，那个殊胜，很超然的，哦，不属于凡尘的所有一切啊。可是呢，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要依赖他。哦，它不属于凡尘的所有一切，可是凡尘的所有一切呀、啊，都要依赖哦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哎，所以我们了解说本体呢是不可回不可占，这样了解意思吗？哦，回也回不得，你占哦也赞赏不到它，哦体肉啊虚空呢哦物啊啊这个啊崖岸，就是呢。啊，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啊，好像虚空，哦，那个哦物啊，哎，就是不是的意思，就是没有，
哦，没有边际啊，没有崖岸。哎，我们一般呢都有一个尽头。那我们的哦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哎，它是无量无边，哦，没有一个尽头，哦，没有一个边，哦，边岸。所以呢，哦，体若虚空的，哦，无崖岸，哦，不离当处啊，常湛蓝。所以或者说哦，这一句话哦，这个不离当处啊，常湛蓝，这个是哦，这个一句啊就可以抵百亿啊，哦，一句话可以哦抵得上哦百亿的价值。可是假如说我们不了解它的意思哦，就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哦，那我们要了解说不离当处，当处呢就是我们当下。哦，当下眼前所处的地方所在就是当处，然后呢，常湛蓝，那个哈、哦，那个湛蓝常寂啊，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的原始状态。那不离当处呢，就是在我们的当下，哦，就是呢啊，我们的当下，哎，就已经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原始状态。跟之前呢，我们有讲那个十世古今啊，不离当念，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记得。我们讲说哦，十世古今啊，哦，那个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哦，那三个啊，哦，各有三世啊，就九世。那加哦，我们现前的哦正念，我们现在眼前啊，没有念头的那个正念，那一念一世加起来刚好十世。那么十世啊，就是古今，它贯穿了、啊、古今亿万年，亿万年前、亿万年后都不离开呢。哦，我们当前是一念，哦，就是正念，没有念头的这一个正念，哦，这个当处，哦，物理当处常湛蓝。所以呢，跟讲那个哦，十世古今啊，哦，不离当念是相同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是呢，要活在我们当下哦都没有念头的那一种状态之下。亿万年前就已经是这一念，亿万年后还是这一念，所以这一念呢具备的哦亿万年非常久，所以不离当处常湛蓝。就是你在讲这个意思，这样有没有一点印象呢？有没有？有。哎，就是哦，在讲哦，我们呢啊，虽然说哦，这个佛性本体啊非常抽象哦，没有办法去哦了解到它的状态，可是只要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哦，我们能够万年都放下了，万年放下呢，一念不生，这个叫正念。哦，这个时候这个正念啊，是我们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成佛就是这个在成的。哦，我们要呢把它哦启发，然后呢哦培养，让它茁壮长大。哦，这样呢它成就了，哎，我们就可以回归本位。哦，都哎每一位呢都是佛，哎，所以我们要哦自我期许啊，我们本身呢、啊、就是佛。佛在我们自身上，所以不离当处常湛蓝。这样有没有更了解了？哎，就是我们当下就是佛，哦啊，所以跟佛都没有两样。哦，我们当初，哦，这个时候啊，哎，整个呢啊都是呈现了 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哦，所以啊这一句话呢是最有价值。哦，不离当处常湛蓝。哦，常住的湛蓝呐、啊，哦，常寂的，哦，那个呢，好、哦、原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密集之金呐、啊、不可见。只要说哦啊密就是寻找，哦，只要说我们在寻找，哦，寻找佛性呐、啊，那就知道哦这个寻找的人呐、啊。哎，就是没有办法见到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哦，密集之金呢、啊，不可见，就是见不到、啊。
各位见到了没有啊？有没有见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心？有没有？都没有把握啊！哦，要有信心了哦。嘿，就在我们呢，哦，这个万念都放下，哦，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哎，我们那个哦觉，那个觉就是正念，哦，就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哦，佛的知见啊，哎，就是从这一个发生。哦啊，所以哦，这一个啊，就是我们要哦努力啊去追求的。那假如说我们向外啊去寻找哦，要去找佛哦，这个觅啊就是寻找哦，觅极之金啊不可见。假如说你在寻找向外去寻找佛，那就知道你一定找不到佛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哎，一定要回光返照哦，才能够找到佛啦。哦，啊，觅就是向外去寻找，那向外去寻找绝对找不到。哦，所以这边呢，永嘉大师就讲，觅极呀，知金不可见。哦，所以呢，我们哦要回光返照，哎，就是要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只要有空闲啊，哦，我们就做哦这个万念放下，然后呢，这个一念不生。哦，各位先生，只要我们哦，哎，在开始的时候啊，哦，用一点心，哦，从有为有所作为，哦，有空闲的时候啊，就努力做，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等到呢，哦，我们都已经做得很习惯，很习惯了以后啊，只要我们一做下来哦，自然而然就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啊，已经进入到无为，哦，所以我们从有为入手，然后呢做到无为，哦啊，无为的时候啊，无所作为，自然而然，连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都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在睡觉的时候哦，自然会做，哎，那就很理想的，哦，我们整个啊，那个佛性呢就可以呈现，哦，就可以啊借假修真。哦，借着假的身体啊来修真的佛性，哦，就已经呢，哦，不虚此生了。我们这生呢就很有价值，哎，所以一定呢，哦，要努力，哦，起不得，哦，舍不得，哎，这个永嘉大师啊在讲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哦，就是起不得。我们呢，哦，要起，哦，就是啊起不得，没有形象。然后呢，我们说啊，都不要它，要把它舍掉，也舍不得。这样懂意思吗？你想要拥有哈，哎，它扔不掉了。你想不要它，把它排斥哦，竟然也推不掉。这样懂意思吗？嘿，我们佛性啊，很有意思哈，哦，哎，所以哦，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养那个宠物啊，哈，哦，那个猫。假如说你要猫哦，在你的身边哦，跟你都相处得很融洽，你就要轻轻的哦，抚摸它的那一些哦，哎毛，哦猫的身体，猫的毛，轻轻的把它抚摸哦，它就会哎就在你的身边哦待得住了。啊，你想要哦，你觉得它很可爱，你想要拥有它，你把它抱紧了，各位亲人会怎么样？他一定逃走的。你要抱他哦，你要给他抱安哦，他就紧走，对不对？可能我们都没有养哦，所以才不知道。不过看也知道哦，想也知道啊，哎，都是这个样子的。哎，那我们的佛性哦，哎，也就是哦，像这个样子哦，起不得，舍不得啦。哎，你想要拥有，想要排斥。哎，都不能够得到，那为什么会哦？哎，起不得，舍不得，哎，就是哦，它是始于啊中道。那我们取舍啊，哦，取就始于哦喜欢，舍就始于讨厌，是始于两边呐。哦，那我们佛性啊是始于中道，那我们呢就是要哦在中道之中，哦不要呢落入两边，落入取舍。哎，有取舍啊，有喜欢讨厌，
就有情绪啊，然后我们有情绪哦，我们就已经不讲理呀、啊。所以修道呢，最怕哦情绪一来了，哎都不讲理了，哦那个啊不可理喻呀、啊，哎所以我们哦这个啊修道人呢哦不可以有情绪，要把情绪啊都摒除，哦要理性的跟感性的来生活，哦就会过得哦很如意呀、啊。哦、所以我们要自己呢、哦、这个了解，然后自己、啊、去做。 不可得中呢怎么得、哦、这个永嘉大师呢又呢点开一个巧妙之门啊，说我们呢、哦、一直想得到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 啊什么都不得不得什么都不要的时候啊，诶那个、哦、就已经啊妙得在里面了哦，那我们想真的得就有失啊，那得失是两哦两端哦两个方向，有得就有失啦、啊。那我们哦心呐、啊，就是要了解到哦，我们回到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哦没有得，为什么？是只是回到原来的状态而已。哦，那我们因为在凡尘啊，哦这个六道轮回太久，所以我们会把。哦、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哎都没有遗失，感觉好像遗失掉了，哎所以我们用哎哦好像遗失掉以后啊，哎好像我又得到了，哦那我们实际上只是回到本来而已，哦啊所以进入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哎就哦没有得没有失，没有生没有灭。哦、没有两边对待、哦、已经呢都在中道，嘿所以这边呢、哦、永嘉大师呢跟我们讲说呢不可得中啊，那个、哦、全部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形象、啊、嘿所以不可得、哦、没有形象都不能够得到，嘿、啊、你能够、哦、了解了那个就算了、哦、已经呢是妙得了、哦、末时说呢、哦、说时末，这个默，沉默，就是、哦、不讲话的时候啊，哦、默时说啊，就是了解真理了以后，或许都、啊、一直鼓励说，了解到真理的以后，一定呢、哦、入圣啊，要记得回还，进入、哦、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啊、那个佛性本体啊，叫做入圣，然后呢，我们要记得回还。回来凡尘哦，度化众生，入圣呢要记得回还，知道这个意思吗？嘿，就是讲有好哦，道修补了哦，这么好的能够脱离苦海的哦，这个可以啊入圣，那我们要回还来度化呢哦，还在苦海的众生，也哦这个引进他们啊，跟我们一样哦，进入啊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哦、所以呢这个末时说啊，想说要定点，但不过、哦、这么好呢没人说才会使、哦、所以就、哦、一直想讲、哦、这个呢末时说，可是呢这个说时又末，为什么一讲一讲一讲讲了以后，这个道好像不是我讲的这样、哦、跟讲出来啊，自己领悟了以后跟讲出来啊有差别哦，不会说跟自己领悟的完全都一样哦，能够讲出来，所以那个哦奥妙的地方啊没办法说，嘿，所以才有哦这个末时说啊，说时末，这样了解意思吗？嘿，就是我们哦有好爱道修补哦，爱呢啊，把所有的哦我们周遭呢亲朋好友，嘿，跟他们讲，要呢研究啊心理心法。哦，透彻了解，我们可以呢回归哈、哦，原来我们是当佛哦那个本位，可以回哦回到本位。大师哦门开呢哦无永舍，这个大师呢就是现在啊，这个大开普渡哦这个门呢哈、哦、都已经开了哦，再怎么多的人来求道都不会永舍，所以哦这个大道。就是没有、哦、那个四目的、哦、那个限制啊，不会说、哦、
哎，有多少人也就哦到了停止了，不会哦。所以呢，现在啊啊这个正好的这个时期，哎，在我们一个研会之中啊，现在啊，哎，就是已经到达最末后哦，末后一掌。哎，我们佛老师呢啊，掌这个道盘已经呢第64哦，64位。从无极然后生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哦、相中相错8864、哦、已经呢这个卦气啊都已经圆满了、哎、所以到我们佛老师已经最末后，那往后、哦、就只有欠善、哦、没有那一种啊那个得到的、哦、得到可以说呢已经、哦、没有了，到我们佛老师呢为止。所以、哦、只要这一个时期啊、哦、涅槃了，那往后、啊欸、就没有机会了、哦、想要再回天啊要等下一个缘会、啊欸、所以我们就是要、哦、把握、啊欸、这个很好的、哦、这个佳期良辰非常好的这个时期啊、欸、我们就是要把握、哦、要能够呢赶快啊、哦、度化呢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哦，那往后那个欠善的哦，哎，那个哦，啊，就是各宗各教各派哦，那个所做的事了、啊。哦，那么这个传道的啊，哎，就已经呢到我们佛老师了、啊，哦，这个时候为止了。有人问我哦，解何宗报道呢？摩诃般若蜜，哎，这个哦，有人问哦，那个。啊，永嘉呢？哦，那个玄觉禅师啊，哦，说呢，这个了解深入研究、啊、是哪一个哦宗派哦哪一个教别哦，然后呢，这个永嘉大师回答哦说呢，摩诃哦般若蜜，摩诃啊就是哦广大大哦大到呢尽虚空，哎，那个大非常大，大到没有外。哦、小道没有内，哎，所以呢，啊，就讲说报道呢，摩诃，哎，就是大的，哦，那个般若，哎，就是我们呐、啊，哦，那个佛性本体发挥的妙智慧，哦，般若力，哎，就是呢这个般若的那个力道，因为我们有般若呢，就可以离相，哦，有这个智慧啊，就不会住相，哦，我们的烦恼呢，都从住相来。我们不住相啊，就没有烦恼。各位先生，烦恼从哪里来？哎，从住相哦，不管是形象，不管是语言哦，我们住在连人家讲的话那一些语言一样的，就是住相，哎啊，就产生烦恼。那假如说我们相呢，都知道是因缘际会才有，都是假的哦，那烦恼就消失了。这个叫般若哦，那个力道，哎，所以般若就是告诉我们呐、啊，哎，要用哦那个妙智慧，了解凡尘的万象啊，都虚幻不实，因缘际会才有，缘际则生啊，缘散就灭，哦，当下都是空的，不实在，哎，所以我们呢不要住相，哦，所以要发挥呢，哦，那个般若，是我们本性呢所具备的妙智慧。或是或非啊，哦，人不是，哎，就是哦，凡尘我们都落入两边了、啊，哦，是跟非，那是跟非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在凡尘的是非啊，有时候、哦、会很迷惑了，哎呀，似是而非了，哦，有时候对好像又错了，错了又好像又对了，哦，所以啊，这个似是是非啊，人不是。我们呢，哦，不认识啊这个真理，不认识呢真正的哦那个啊，我们佛性本体啊，它是没有哦是非，没有对待，是一个绝对体。所以呢，哦这边就讲说，或是或非啊，哦人不是逆行哦顺行天莫测哦，这个逆行跟顺行呢。那个是我们这个修持啊，哦，不管是修哦顺行的，或是修呢这个逆行，哦，那天莫测啊，哎，就是要了解说
只要我们呢，哦，这个启发了不生不灭的佛性，那我们呢，不管是圣修还是逆修，哦，只要呢，我们呢、啊、肯努力的去修持，都可以到达，哦，那个成佛的，哦，那一个哦程度，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真正的修持法门呐、啊，啊，有25门，就是哦六根、六尘、六识，然后跟七大，七大呢就是水火风土空界识，哦，认识的识，哦，这个七，哦，18呢，3×6=18+7啊，25。所以凡尘的修持法门呢，哦，就是这25个哦修持法门。我们呢可以从哦这个六根呢，不管哪一根啊，我们都可以修。哦，可以从六尘，哦，哪一层也都可以修，可以从六识，哦，也都可以修，哎啊，可以从呢，哦，七大，哦，所有风土空间识啊，也都可以修，哎，所以这个25个法门，它有的呢啊就是顺，有的就是逆，哦，有的很容易呀、啊，哦，进入，有的就是不容易啦、啊，哎，所以有顺有逆，哦，比如说呢，我们用哦。那个身体的哈、哦，那个触，哦，用触觉来修道、啊，那个修道的那个法门呢，哎，它就是哦，利用呢那个洗澡的时候啊，哎，来体会啊。各位每天有没有洗澡、啊？有，哎，都有了哈、哦，难道嘛爱情体？所以哈、哦，那个啊。进入、哦、那个修道的、哦、那个比丘行列、啊、他们要半个月、哦、才可以洗一次澡，半个月 洗澡的时候、哦、要排队、哎啊、然后、哦、进去洗，然后、哦哎、他们那个、哎、蛮规律的啦、哦、然后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哦、他就、哎、这个想说这个洗澡那个哈、哦，那个水是在洗尘呢，还是在洗体？懂这个意思吗？哦、嗯。哎，那洗身躯哦，是在洗啥？他说哦，这个灰尘呐、啊，哦，洗尘，就是身躯抹垃圾那个尘哈、哦，尘是无知之物啊，尘呐、啊，它有没有知觉？没有哈，哦，尘是无知之物。他说这个水是在洗尘呢，还是在洗体呀、啊？然后他说这个洗体的话，身体呀、啊、是四大假和所有风土，所有风土有没有知觉？没有。没有。哦，既然尘呢没有知觉，然后体也没有知觉，那谁在洗呀、啊？我们洗那么久都没有想这个问题呢、哦、各位先生竟然被他想出来啊、哦！哦，洗尘，尘是无知啊，哦，哎，尘没有知觉啊，哎啊，洗体，体是四大假和所有风土啊，啊，所有风土伊嘛无知觉啊，哎啊，到底向咧说，竟然这样就悟到，哎，那个吼、哦，那个触哦显现了、啊。那个水跟身体接触的那个刹那就显现了啊，哎的佛性呢，所以他就发现哦无漏，无漏了，就是发现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啊、那个叫无漏哦啊，所以无漏法他已经发现了无漏法。或许觉得说哦，这个是我们比较日常生活中可以用的，以后各位在洗身体的时候哦，就可以用。到底是在洗尘呢，还是在洗体？原来是触，接触，哦，那个接触啊，就是我们佛性啊，佛性哦，接触了，哦，把那个无漏的佛性啊启发，哦，啊，他就成就了，就当下就。哦，进入阿罗汉，哦，这个呢是从触，然后呢还有一个哦，那个
毗邻且婆娑，或者时常会提到他，因为他呢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完以后要回去啊、哦，那个路上在走的时候啊，哦，啊踩到那个刺，脚啊，哦踩到刺，脚踩到刺不是很痛吗？哈、哦，啊因为他正在思索那个佛讲的哦那个哦内容。所以当时啊去踩到刺的时候，他当时并没有感觉到痛，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哦都在那思索那个哦那个人生的大事，生死大事，所以哦没有感觉到痛，哎一直在想想那个哦佛在讲经说法的内容。啊结果哦过了一段时间啊，哎他的哦这个思绪啊告一段落，已经哦给他想出一个哎、哦、知道的答案了以后，精神就回到身体回来。回到身体回来的时候，这个发现脚很痛，发现这个脚很痛啊，他这个时候突然就想到，哎他、啊、刚才不痛啊，怎么现在这么痛哦，所以他就哦又发现无漏。为什么？原来我身上有一个不痛的，那因为或许有实际的、哦、那个、哦、经历，所以会了解说哦，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呢、啊、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哦，啊身体呢是假的啦，所以弘祖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借假来修真哦，不要哦不要用着我们的、哦、那个佛性啊，带着这个假的身体去享受。我们凡人都这样啊，对不对？哦，没有辛苦去享受，结果吼、哦，咱的佛性拢个高加乌骂嘛，有没有？哎，都是这个样子。哎，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吼、哦，真理是假的，佛性才是真的。哎，啊，佛性不可思议的，只要我们去启发它。哦，叫无漏，所以哦，漏尽通啊，那个已经是成佛了啦。那外道哦，他没有漏尽通，因为他不承认哦，三德大帝啊是我们真心佛性。那我们要了解到，天地之间啊就是一体，哦，那个所有的一切啊都含藏在我们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里面，哦，它可以生花。哦，万象，我们一下子哦就听这么高的佛法哦，哦，那也差很多，好像在看那个哦卡通影片。不过这个是实在的哦，哦，修到最上圣的哦那个哦佛法就是这个样子，哦，是一体的，哦，我们这个性啊，哦，如来藏含藏万事万物。三德大帝啊也在我们佛性之中，所以才有那个哈、哦、那个永静哦，彰化那个永静不是在种花卖花吗？他那个种花哈、哦、还要晚上给他点灯，有没有？还要放音乐给他听，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就是我们真心佛性呈现的，所以哦，那个点灯啊，放音乐给他听，他长得哦特别漂亮，很快就卖。啊，你不给他点灯，不给他听音乐哦，哎，你见他久嘞，哎，嘿，他久才人去甲你买，哦，他就没有那么快啊生长。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哦，有很多呢都是不可思议的。哎，当然我们开始修的时候呢，哎，就是先了解哦这整个状态。我们都会很容易、哦、跟人家计较争执，那我们一了解说哦，原来是一体没有对待，那就不用计较也不用争执、啊、也不用分别心，都一体。所以、哦、你看我们落入凡尘有两边男女要结婚，那我们这个佛性如来男女都在一体啊，都在如来的性分里面，他可以哦显现哦杂波，可以显现杂波，可是他在本体之中呢，哦，他都包含。
各位贤姐，我们佛性是男的是女的？讲不出来哈，对不对？他可以显现男的，可以显现女的，哦，可是呢，他在本体之中啊是具备。所以或许就有讲说那个夫妻哈，哦，感情太好了哈，哦，他们会相约哈，哦，来生再当夫妻，有没有？有。哎，感情就好哦，从阿兰来世过来做阿婆。哎，那个真的会哈，哦，哎，感情很好啊，真的会呈现。啊，上天也会哈，哦，按照他们的愿望，让他们哈，哦，再当来世再当夫妻。可是那个角色会对调，查甫的变查某，啊，查某的变查甫的。然后呢，表现在他们的那个哦，那个说话那个语调，那个男生哦，哎，讲话都娘娘腔。啊，那个女生哦，叫粗声，那个哦，就是啊，哎，前世哦，那个夫妻感情很好，相约追生的又当夫妻了，哎，啊，就变化哦，先生当太太，太太当先生，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哎，有啊，哎，那还蛮普遍的，因为或许以前呢，哦，住在三重的时候啊，哎，就遇到哦一对这样。啊，听到他们两个在讲话哦，真的是，哎，查甫在讲话，跟查某啊，查某在讲话，跟查甫，就是不一样，哦，那一种气势也不一样，哦，整个哎看起来就是很怪的，哦，那个感觉，可是呢，夫妻呢就是感情都很好，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完成的现象，哎，都是哦有因呢，然后有果，哦。有因有果，六道轮回。那我们哈，哦，在修道，哎，我们就是哈，哦，要把所有会来凡尘生的因呐，啊，我全部都不种，就不来了啦。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一直种因，一直种因，那一定要来啊。哦，不管我们种的是善因是恶因哦，一定要到凡尘来去了了知一些果报。那我们哈，哦，这个训练到自己能够事来得应，事去则净，哦，已经都是佛性来应对完成的万事万物。这样的时候啊，没有造业因。既然没有造业因呢，就不用接受果报，不用来完成出生了，哦，所以就脱离苦海了，可以啊，回归到本位。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在凡尘我们都会这个酝酿五蕴，色受想行识啊，尤其最多的或者就讲那个这个结婚的夫妻啊，最容易产生摩擦。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怨，哎，我们在座的哈，大概都有经过那个阶层，哦，这个夫妻之间生活，哦，跟你讲起哥都要胃吼买你病，啊，你拢胃头啊病，厌不厌？哎，一点点厌，哦，是一点点，可是累积呀，哎，大概吼做代志拢无顺，哦，无顺我的意呀，哦，那个累积的厌啊就变恨。怨恨，怨恨，哦，你看哦，怨恨过来，恼怒烦，哦，都连在一起啊，毒不毒？哎，这个都是毒素啊。所以哦，或者说我们在凡尘啊，一直啊运好，哦，这一些运积以后，哎，我们就会在凡尘现象。那假如说我们那个怨恨、恼怒烦是很明显。那我们下一次哦，就当毒蛇了。那么这一生哦，人家也不敢跟我们接近了。一看到我们的哦，赶快避开，对不对？哦，假如说我们看到那一个人那一种怨愤的心那么浓厚，要不要赶快避开？要哦，是不是好像在避开毒蛇一样？像不像？很像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在凡尘啊，都是假的嘛，哦，所
所以不要怨也不要恨，这个恼怒烦恼都不要，全部都不要蕴积，不要蕴积呢，我们不会到凡尘来。那我们想来就是度化众生，这个入圣呢，记得回返度化众生，那个是愿成愿而来，不一样的。那我们成愿而来，不管什么样的遭遇啊，什么样的那一种景象，我们都会很坦然的去接受，而且呢都不会觉得苦啦，不会说我在受苦。那只要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之中是不愿意去做的那环境强迫我们去做，那一定都有受苦的那个感觉，不管那个事情是好是坏我们都会有一种强迫被那个外在的环境强迫我们去应对那个叫受苦的感觉。所以那个苦乐呢没有那个客观的标准，只有主观的认定你认定苦就是苦，认定乐就是乐这个跟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没关系纵然是最那个下等职位的人他只要是这个活在自己那一种自己认为的那一种理想世界之中，那他一定很快乐。那一样非常有钱的人他的生活都过得好像那个木偶人嘎累就是没有自己主张的时候，都一定被外在环境影响，那一种他一定不会感到快乐啦因为那个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这个束缚那一种呢绝对不会快乐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人生就是要透彻了解都虚幻不实在。那既然都虚幻不实在，就不要住相，那全部不住相，心就宽广一宽广跟整个天地能够融会，融在一起的，跟天地融在一起很宽广心量很大过的生活就很快乐，一天一天过就过得很有意思各位浅浅，现在每天在过生活觉得好不好好。我们台湾这个环境是很好不愁吃不愁穿住的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修道是最理想在最理想的状态之下要把握赶快把佛性恢复光明不要呢沾惹尘垢这个凡尘的污垢一沾惹以后我们这个很难去掉所以呢我们呢不沾惹这个尘垢所以我们了解说从我们的那个般若妙智慧发挥一切都不住相。五爪曾经呢这个多劫修永嘉大师呢说他自己这个早年就是呢他的累生累世因为永嘉大师39岁就归空了很早，所以他的那个修持就是累生累世在修小孩子就已经在修道，就出家在修道，所以他修的那个戒律修得很好。那么自己讲说五爪曾经呢多劫修就是这个很多生多世都在修道不是呢等闲相皇后不是呢那个普通的一般人那个等闲呢就是一般人不是等闲，不是一般人相狂后就是呢欺骗我们没有这个永嘉大师说没有欺骗我们是实实在在的那个讲出来见法床立呢宗旨
就是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呢这个佛心以后啊，一定呢要建立啊这个法床，就是我们要度化众生呢，来这个求道，求道这个呢很正确的一条修道的道路，然后立啊宗旨，就是呢要有这个宗旨，明明呢佛赐啊潮汐式，这个就是呢上天有定的那个有青阳旗、红阳旗，现在白阳旗，燃灯古佛，然后释迦牟尼佛，跟现在呢我们弥勒古佛，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呢上天所定的这个三佛掌他掌这个天台，然后呢这个六十四位祖师呢掌这个道盘，那呢这个前东方十八代，西方呢二十八代，后东方呢十八代，加起来呢刚好六十四啊，一个呢气数啊圆满，那么第一家设啊所传灯，这个在讲西天的那个第一代祖师啊加设，加设呢那个第一代祖师，那么华东流入此图，这个佛法到来西天二十八代的时候啊，他们印度的生活环境啊就是非常的富裕所以啊这个人们啊这个对修道就不那么热心，那么达摩祖师呢这个传道的时候啊都已经呢不顺了不顺利了，所以就把那个道就还给中国，所以入东土呢这个华东流啊入此土又回来了老水还潮那么菩提达摩啊为初祖就是呢达摩祖师啊把那个道啊又传到中国来那么当我们呢这个第一代的后东方呢第一代的祖师，那么六代呢传一啊天下文，传到我们六祖呢就是第六代天下的人呢都知道，那么后人得到这个何穷数，就是呢得到的人啊非常的多，没有办法呢把它数尽就是都能够呢从这个正轨啊长道同的这个祖师手上呢能够得到这个真不立呀、妄本空，这个真呢不立，真本来就在所以真不立，然后呢那个妄本空妄本来就是空的所以我们不要呢再去呢去除掉妄所以也不用再求真，因为真呢本来就有所以真不立呀、妄本空，有无俱前啊空不空，这个有跟无啊全部呢把它遣除，就是我们不着有然后也不着无这个有跟无啊俱前，然后呢空不空，这个第一个空呢就是讲到我们空间，那不空呢就是我们佛性啊在空间之中，所以空不空啊就是真空那有没有形象就妙有，所以我们了解说有无俱前或者以前呢实际上讲说我们的佛性它奥妙到不可用语言来说啦，所以那个时候才讲说我们不着有然后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那请问这个是什么现象，是有呢还是没有，就讲不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佛性的本体它既不时以有也不时以空，不时以亦有亦空，不时以非有非空，都不时以的所以才有说缘语道断
心行除灭、哦、在讲缘与道断心行除灭，都是在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哎、就是那个样子、哦、这个想也不能想，讲也不能讲、啊、可是、啊、就是那么切实存在、哦啊、所以这边呢、哦、有无俱全、啊、空不空，二十空门啊、哦、言不着、哦、这个二十空门呢、啊、因为在呢那个涅槃经里面、啊、这个佛只有讲十一个空啊，啊、这边有二十个空，所以或许要去找、哦、把这个二十个空呢、哦、全部都呢这个写下来、哦、第一个呢就是内空、哦、第二个外空，第三个内外空、哦、第四个有为空、哦、然后无为空、无始空、性空、相空、哦、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无际空、毕竟空、无限空、无变异空、不可得空、生异空、地异空、空空一切法空、哦啊、所以呢这个二十个空门啊言不着、哦、这二十个的空啊都全部不着、哦、所以要了解说不着以空、啊哦、不着以有，我们在凡尘呢都是着以有，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把有去掉，那怕我们、啊、进入、哦、那个空，因为、哦、早有容易、哦、我们可以、哦、这个去消除、啊、这个有，可是早空、哦、很难救了，所以先把那个空、哦、堵住了，所以二十个空门、啊哦、言不着都不着以空。各位假如说有、哦、接近、啊哦、一些那个消极的人，就是想自杀的人，他就是消极，那我们要劝他、哦、把那个自杀的念头去掉非常不容易，对不对？那个就叫着空了、啊，他已经着空了，就是什么希望都没有，那个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哦、哎，这个跟那一些想自杀的人讲说，我们到凡尘是来还债，那、啊、你债都还没有还完就想逃、哦、逃避啊，哎，那不可以的、哦、一自杀呢要先到王死城去关，关到你的寿命到了、哦、才从王死城放出来进入地狱，那你那个王死城都是多余的假啦，都要关。然后我们这一生一自杀了以后，在我们现分之中有暴力，那下一生我们再来转世、哦、又会暴力对待自己、啊、所以又会自杀，所以、哦、恶性循环、啊、要了解、哦、不能逃避、啊欸、欠人多少就要害啦、欸、不可以说、哦啊、不要害造造就免害，这个上天、哦、给我们算得好好的、哦、我们若造、欸、没关系，你现在造好死人再来害，要不要还啊？嘿，所以要，所以我们才有那个哈、哦，重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一时啊，果报还自受，有没有？嘿，这个纵然经过百千劫，就是怎么久的时间啊，经过了，我们所作业不亡，所以欠人的吼、哦，拢袂无义啦，一定爱害，嘿，爱人啊欠人嘛，一定爱吐。哦，啊，拢滴个啦，哎，所以因缘会遇，只要因缘哦，哎，碰上了，果报还自受，一定要接受果报，哎，所以我们哦，这个修道，第一个就是要相信因果，哦，因果是绝对的定理，哦，有因有果，不是说哦，我们研究这个因果就是落伍了，落不落伍啊？不落伍哦，哎，那个哦，新潮派的人呐、啊，他不研究因果，他也在因果之中哦。要不要吃饭？要不要呼吸？哎，那个吃饭呼吸在哇嘛吼、哦，哎呀，不相信因果，往哪边讲？哦，那满面呼吸，对不对？合不合理呀、啊？哎，合理的哦，
不相信因果，那你不要吃饭。哦，你不相信因果，那你不要呼吸。所以凡尘哦，都在因果之中，一定要相信。难道我们因都不造，业因不造，果报就没有？哦，业因造了很多，那、我们想逃避也逃避不了。我们凡尘的法力呀、我们可以钻漏洞。那个天地的哈、那个法力呀、我们钻得了漏洞吗？钻不了的哦。那个哈、这个天眼哦，灰灰湿而不漏，不会漏掉的。这个果报呢，一定会呈现。所以我们看这个哈、就是要看得很远，不是只有一生一世。它可以很多生很多世，哦，很多生很多世呢，才呈现果报。所以呢，我们二十个空门呢，哦，都不着，不着以空，很重要的哦。一线如来哦，体啊，这个体啊，自同，哦，我们那个如来，哦。这个十方如来同一个法身，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哦，一性如来这个体呀、都是相同的哦。然后呢，这个心呢、是根哦，法是尘哦，心呢是根根源哦，然后法呢是尘，两种呢犹如啊镜上痕。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哦，这边的哦那个啊心跟法哦，心法。哦、我们要了解、在凡尘、我们所用的、它有比较呢、那个粗浅的，然后呢也有比较呢这个深的。那我们一般呢接触了以后、都是比较、粗浅的。那粗浅的呢，我们用的心、就会用根尘相对、那个生灭的心就是四心、认识的心。所以那个、心、是根，然后法呢是尘，哦，那我们对呢这个法，哦，就是要了解，哦，一样呢有哦那个下圣法，有中圣法，有上圣法，那都是要我们成佛，哦，这一些法是要我们成佛，可是呢，假如说我们都住在哦那一种那个程度上，哦，那个比较低的那个程度上，我们都住了，那就变成哦。两种呢，犹如镜上痕啊，就是呢那个明镜啊上面的痕迹。那镜子上面有痕迹啊，我们要照哦，那个镜子啊，就不会清楚的显现。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哦镜上的那个痕迹啊，要擦拭的干净。把我们的心跟法都去掉。这样呢，整个啊心镜啊就明。所以这边哦，他讲的哦，那一种啊，那个见上人，那个心跟法呢，都是比较呢，那个粗浅的。横过呢，近处啊，光实现，那个横过呢，就是我们那个心境上面的，那一些尘垢，那一些痕迹呀、我们都把它除尽了，我们呢佛性的光明啊，它就会呈现，光呢实现。那么心华哦，双旺呢哦，性啊极真。我们把呢那个心哦跟法哦两个啊都把它旺，都不要呢哦记在这个心上。然后我们那个性啊哦就真了，所以这边的哦那个心呢、就是我们根尘相对的哦那个心。那法呢，也就是我们哦从这个凡夫地啊哦一直修持。要到达佛地呀、之中的那一些过程，这个呢，我们都把它呢，去除掉了，两个呢都忘掉，那我们的性啊，就是已经恢复到真，那么皆末法二十世啊，皆就是感叹，感叹呢，现在已经呢到末法时期，已经呢这个。时事啊，已经走到很恶劣的时候，感叹呢，末法二十世，众生呢，这个福啊很薄，
蓝条字啊，众生的福啊，加薄啦，很薄哦。各位浅姐，现在众生的福是很厚呢，还是很薄？很薄哈、哦。可是我们台湾福很多啊，哎，你看生活哈、哦，都很过得很好啊，哈、哦，这个物质啊都很富裕呀、啊，哦，都不错的。可是呢，这个在讲哈、哦，是讲在我们那个现分之中了、啊，哎，不是在现象。哦、我们在现象享受的哈、哦，倒是都不错。可是呢，我们哈、哦、那个哦佛性里面呐、啊，哎，就是哈、哦、没有累积呀、啊、很多的那个德，哎，所以我们现在众生呢很难哦来调治啊，哎，就是哈、哦、要怎么样哦把这个众生引导到呢哦那个佛的境地呀、啊、比较困难，哦众生因为没有很强烈的欲愿。各位先贤，有没有很强烈的意愿呢、啊？想要成佛？有，没力。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哦，会觉得说，哎，凡尘也不错嘛，哦，哎，所以就没有很强烈的那个意愿哈、哦，哎，说要成佛，哎，那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个成佛跟我们的意愿啊很有关系。我们只要说很哦积极的哦很强烈的一直啊想脱离苦海，哎那个哦就真的可以达到。那假如说我们还很贪念啊，哎这个凡尘还很好玩哦，那对呢哦那个脱离苦海的那一种欲愿就不高。那假如说欲愿不高呢，我们那个力道就不强哦，修持下来呢，哎就会哦坎坷。那假如说我们意愿很强哦，那个是不怕呢那个阻碍，不怕困难哦，那个成就啊就会很快很大，哎，所以哦这个就要看我们自己本身哦那个意愿。气盛呢哦眼虚啊邪见生哦，就是呢离开这个圣人啊视线在凡尘的时间啊已经很远，那我们的哦邪见很深，所以哦现在很多人看到哦这个永嘉大师的正道歌啊，嘿写这个样子哦他就不哦不服气呀、啊、他说怎么会哦邪见深，所以哦各位浅显，因为哦那个佛把那个邪见啊哦，就定在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全部都是邪见。啊，因为我们在凡尘生活，都是用这样的哦啊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的心呐、啊、在生活。那我们哦在日常用啊，就已经在用邪见了。我们承不承认？承不承认？我们一定说阿弥陀佛，做邪见。所以哦，这个讲邪见跟正见，我们就要了解哦。我们一再说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哦，那个啊，我们都没有起心动念，无念的时候啊，叫正念；正念的时候啊，叫正见。啊，正见哦，就是佛知佛见，哦，就是从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生发的知见，佛知。佛见，那不是这个哦，佛性本体生发的，是我们的哦六根对六尘，根尘相对产生的六识，那个哦就叫邪见。那我们一般哦会称为我见，我见哦就是邪见。那我们哦，假如说不研究的话，不了解说。哎，原来正见哦跟邪见啊差别这么大，那为什么佛会把根尘相对啊称为邪见？因为根尘相对的哦那个念头啊，它会变化。哦，六根跟六尘啊相对以后、啊，那个变化很大。
哎，所以产生的念头啊，哎，都不会一样，哦，啊，每一个人也都不同。那我们把这一种哦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当成自己呀、啊、真心，所以最大的哈、哦、那个哈、哦，哦，这一个让我们会六道轮回的因啊，就是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哈、哦、这个心啊，四心。生灭的四心当成真心，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哦，是很重要的啦，因为我们哦一般的生活就是这样啊，哦都是根尘相对，然后产生哦那个六识，那六识产生了以后，我们去哦处理呀、啊、完成的哦这一些事，是不是这样处理？都是这样处理的啦、啊，哦，很少是说用呢我们那个哦佛性本体所花的来处理凡尘的万事万物。那我们现在呢，哦，就是要学习，哦，这个万念都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我们有那个觉性，哦，用那一种佛性所花的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我们应对进退啊，都用哦佛性本体，因为佛性本体来应对哦，不会造业啊，所有呢都符合真理。可是我们哦根尘相对啊，那个都哦变化无常，都一直在变化。那我们哦从那一些变化之中产生哦喜欢讨厌，对不对？哎啊，我们喜欢讨厌啊，喜欢就想拥有，讨厌就排斥。那么在哦这个取舍之间呢、啊，哎，我们呐、啊、业啊就已经形成，就已经造下来了。所以形成业的时候啊，我们不知不觉。然后呢，我们去面对果报的时候啊，又不甘愿，哦，就怨天尤人。所以就这样呢，哦，在。哦，因循啊，哦，这个生活。然后我们研究哦这个真理了以后，哎，就是要用哦执心，哦那个执心啊来应对凡尘的哦这个万事万物。执心呢，哦就是道场，执心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所发挥的。哎，那因为我们哦在应对万事的时候啊。不可能说等到你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再来思索再来想怎么应对，有时候是要赶快、哦、马上处理 啊， 啊所以马上处理的时候啊，就是用执心、哦、用那个呢、哦、那个反射的、哦、从我们佛性反射出来直接的、哦、执心、啊、来应对，那个执心、哦、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哦、出来的第一个是足心，然后呢第二个是身心，再深入呢就是、哦、大悲心，所以足心身心大悲心、哦、大悲心也就是菩提心啦、啊啊、所以这个呢都不会有业、哦、不会造业，所以我们就是要从根源、哦、去止断我们造业的、哦、那个因、哦、我们因都不造呢自然就不会有果报、哦、所以这个呢我们了解说我们现在呢因为啊、哦、离圣人、哦、在凡尘的时间啊、哦、也很久了，那我们邪见啊很深、哦、所以这个、哦、要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讲、哦、邪见很深、哎、就是因为不启发正见，他都用自己啊根尘相对的、哦、来生活，所以呢邪见很深。那么魔强法弱、啊哦、多怨害、哦、这个呢魔现在很强他法很弱，就是、哦、那个正法、哦、非常的没有力道、啊啊、那一种 魔力、啊、很强、哦、那个引诱力量很大、哦、魔强法弱，法很弱，所以、哦各位就可以看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些、哦、学子一些学生、啊、这个晚上
哦，晚上都不睡觉，做什么？上网，哦，都会玩到天亮，很多都这个样子。那个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哈、哦、那个魔力啊？那个就是哈、哦、魔强，魔很强，哦，法很弱，哎，这个正法很弱。只要说他哦在追求学士啊，哎，就是要。哦，这个考试用的哈、哦，那个学校用的那一些呀、啊，他那么努力呀、啊、就好了，哦，都努力到天亮，那成绩一定是很理想，对不对？啊，他们是不是上网都是在研究这一些他们哈、哦、学校用的？都一定不是，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就是魔强哦，然后滑落，哎。我们现在真的是哦，应该是算蛮可怜的哦，被魔引诱都还不知不觉，哎，都很高兴了，哎，这个魔一招呼啊，我们到第五去啊，哎，都说好好，走得很习惯，哦，那有好多这个佛菩萨说让那一天等，哎，众生说只现鸳鸯，不现仙，他不爱去啊。佛菩萨也很无奈哈、哦，会不会很无奈？哎，这个都在虚空之间呢，要帮助我们哦。这个佛菩萨呢，一直啊，现在打帮助道，帮助我们修道。可是我们众生都不发心修哦，哦，所以佛很无奈。哎，我们要了解说哈、哦，一定要自己呀、啊，能够呢，哦，发心来修道，这样呢，哦，这个。成愿而来的这一些呢，佛菩萨他们才有那个着力点。闻说如来，哦，这个顿教门，哦，混布呢灭除啊，令瓦碎。哦，因为这个哦魔强滑落的时候啊，哎，我们哎众生呢都呢产生了、啊、那个多怨害。哦，那听到呢啊这个。如来的这个顿教法门，可以呢使我们从哦那个众生的位阶啊，一下子呢哦就到达哦那个佛地啊，哎这一种顿教门。那么混布呢灭此啊令瓦碎，哎就是要把这一种上正哦这个佛法把它粉碎掉，就是不要讲，哎这个你不讲的众生都不知道啊，啊你一讲的众生知道就会追求啊。哦啊、所以呢混不灭此令瓦碎，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嘿，所以我们、哦、要知道说、哦、这个凡尘啊，只有力而起霸有狼、哦、每种人都有、哦、这个不希望我们呢、哦、这个回到呢、哦、那个本位、啊哦、当佛。那么坐在心呢、哦、殃在身啊、哦，不虚呢啊，怨事啊，哦，更由人，哎，所以那个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坐在心呐、啊，哦，殃在身。我们假如说心里面有不好的念头，哦，那个哦，坐在心呐、啊，心有不好的念头，然后那个遭殃啊，就是我们的身要去接受，哦，身体要去接受你那个遭殃，哦，那个啊灾殃。哦啊，这当呢，我们接受呢灾殃的时候啊，哦，不需呢这个怨恕，不要呢到处去埋怨呐、啊。哎，这个我们哦一接受啊一些哈、哦、灾殃的时候啊，一定会哈、哦、哎到处去诉苦，会不会？哎，拢去导红听吼、哦，哎到处呢这个诉苦，哎啊，所以哦我们要知道说。啊，都是从我们的心呐、啊，哦，这个行处出来，哦，为心走出来，哎，啊，辛苦呢，在接受哦那个灾殃，所以呢，不需要呢，哦，怨恕啊，哦，更由人，哎，就是啊，埋怨人，哦，也不要，哦，不要埋怨别人，要埋怨自己呀、啊，哦，怎么那么没有智慧，哦，爱嘿，哎，爱美家己，讲哦，家己拢无智慧。哦，即系去做一寡哦，迄罪过吼，辛苦咧担。义德哦，这个不遭无间业，哎，我们要呢得到哦
啊，这个不招来那个无间哦，那个无间地狱的罪业啊，哦，所以我们这个之前啊，啊那个有讲过呢，那个忤逆罪啊，哦，那个无间地狱啊，那个忤逆罪。可是呢，我们那个忤逆罪啊，讲解的时候啊，是讲在修持方面的哈、哦。那个大慧菩萨呢，问那个释迦牟尼佛，哦，那个忤逆罪，那佛就讲哦，内忤无间呐、啊。哦，各位还记得吗？哎，那个杀父哦，就是杀掉无明；杀母呢，就是杀掉贪爱。哦，然后呢，杀阿罗汉呢，就是杀掉自私。哦，破恶而生啊，就是我们五蕴啊不积，哦不累积五蕴。然后呢，那个恶心出佛身血啊，就是呢我们。把我们这一生呢当作最后生，往后不再来了，哦，所以我们用恶心来哦出佛身血，哎啊这样呢可以立正哦佛的果位，马上啊证悟啊哦佛的果位，哎那个是内无无间呐、啊，然后呢这边呢我们就是讲哦这个义德不遭无间越呀、啊。那个是外外五无间，那么外五无间哦，他是讲哦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然后呢破和合身，恶心呢出佛身血，哎，所以有这五个啊是很大的罪过，要进入呢哦阿鼻地狱啊，就是受苦没有间断，哎，我们在呢那个十八层地狱啊。那个受苦都还有哦，那个空间哦，可以休息呀、啊，哦，休靠者，他休困者，再个在哦，闲欢，哦，没有一直呢，哦，那个受苦，可是呢，在阿鼻地狱啊，那个受苦就没有间断，哎，无间地狱，哦，那个呢是罪过、啊、比较大的，哎，那我们要了解说，哦，身体的由来就是父母亲呢。哦、把我们、哦、这个生下来然后把我们抚养、哦、那个恩情很大、哎、所以我们不能、哦、这个、反过来、哦哎、这个杀父杀母、哎、那个、哦、那个天地都不容不容许、啊哎、罪过很大，所以真正的、哦、杀父杀母就是要进入、啊哦、阿鼻地狱受苦无间，哎，所以哦，我们要遭哦这个无间呢，哦那个地狱的罪，哎，就是呢做这五件事的五种事，哦，那我们五种呢都不做，哎，就不会哦进入无间地狱。所以呢，义德不遭呢无间越啊，哦莫谤呢如来正法人。所以这边哦，哎，这个讲说我们不要进入阿鼻地狱啊，最重要。就是不要诽谤、哦、如来的正法的、哎、这个如来的正法、哎、就是使众生可以成佛的方法，那个呢不要诽谤、哦、我们去诽谤这个、啊、罪过最大，比那个、哦、忤逆罪还大，这样了解吗、哎、因为、哦、这个、哦、佛讲的法是要众生成佛、啊、你把它诽谤让众生呢、哦啊这个不敢去修、哦、这样的话罪过、啊哦、比那个忤逆罪还要、哦、来得重、哦、所以莫谤不要诽谤、哦、如来的正法人。旃檀林无杂树、哦、意密、哦、这个生成呢狮子柱、哦、这个旃檀林、啊哦、无杂树、哎、这个就在讲、哦、我们那个、哦、玄关、哎、就是我们那个、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哎，那个哦，那个整个啊，那个环境的状态，哦，旃檀林哦，无杂树，哎，就是哎，我们那个哈、哦、啊，佛性的出入门户，哦，那个呢，旃檀林无杂树，那么意哦，这个意密哦，生成呢狮子柱，哦，在这个这一种哦环境之下。哎，那个哈、哦、意密生成呢，哎，就是讲我们哈、哦，形容啊，我们这一个地方哈、哦，
然后呢我们那个狮子就是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住在那里，了解这个意思吗？用呢那个景象哦来哦比喻的、啊，比喻说我们的哦那个真心佛性啊，就是住在那里，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历代呢证悟的哦，都把那个哦有一些秘密啊借着景象把它讲出来，静静呢哦林间呐、啊、哦独啊、哦、自由。这个静哦，环境啊，很哦清净。那么在林间，哦，就在呢我们那个啊、哦、很理想的那一种环境里面，哦，独自有，它独一无二的，然后悠游自在，哦，自由自在的，哦，在呢那个很啊殊胜的环境之下，哦，走兽飞禽呐、啊，哦，皆远去呀、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哦、一些呢走兽飞禽、哦、都已经呢远离了，远离啊我们啊、哦、那个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哦、那个真理的领域啊、哦、这一些呢飞禽走兽啊都远离了、哦、都不在呢啊这个附近，所以哦这边讲走啊走兽飞禽啊、哦、皆远去。那么狮子儿哦众随后，这个狮子儿，那个狮子哦，就是佛，然后狮子儿就是菩萨，哦，所以这个菩萨呢，哦，众随后，众人呢都跟随着哦这个菩萨，那么三岁啊便能哦大笑佛，就是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佛性啊如普的三年以后，哦三岁啊，他就能够哦发挥了。哦、就可以发挥啊、功能作用。我们平常、哦、就是要了解到、哦、启发了以后、啊、那才叫出生啊，还要经过、哦、三岁，经过、哦、三年的、哦、那个乳哺，爱改服用他、啊哦、才会让走路，才会让吃饭、哦、所以要经过、哦、那个、哦、一段时间的乳哺，可是呢不要很久哦，只要三岁他就能够、啊、大笑佛，三岁以后就可以发挥啊、哦、那个功能作用的就可以、哦、发挥出来、哦、可以呢把那个真理啊又阐释出来。若是野干、哦、这个、哦、执法王，这个野干、哦、就是狐狸、哦、狐狸呢、哦、就叫野干哦，是狐狸的一种，假如说这个野干呐、啊，哦，追逐啊，哦，法王，哦，跟随呢那个法王呢就是佛，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说，哦，有一些啊，我们这个凡尘的现象，哦，有一些这个狐狸呀、啊，它就是装模作样，然后呢，这个跟随在，哦，那个。啊，这个善知识的哈、哦，那个周遭啊，他想哦得到好处了，哦，所以这边呢他就讲哦追逐啊那个法王，百年呢妖怪、啊、哦须开口，这个哦百年的妖怪，就是哦他心胸不正，哦这个做出来的哈、哦、部分符合真理呀、啊，那个哈、哦、百年的妖怪。然后讲出来的一些、哦、那一些话都不实在、哦、所以呢这个虚开口那个、哦、假如说能够了解真理的都不会、啊哦、去听他的、哦、讲说、啊、不会受他影响。那么言顿教、啊哦、悟人情，我们接受呢这个、哦、言顿就是、哦、从凡夫地、啊、一下子、哦、就可以到佛地，那个言顿教、啊哦，悟人情，就是呢不能修人情道，哦，那我们大部分呢都会哦走入那个人情，人情世故啊，这个修道啊都会有沾了一些哦人情世故，那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哦要了解到哦这个修持哦真理呀、啊，不能讲那个人情，哦一定呢要追随真理，要跟自己呀、啊。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来修，
哦，不能呢啊修人情道，人情道呢修不成的。哦，忧疑啊不绝哦，直须真。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哎，我们只要说有疑问的话哦，一定呢要问。哦，各位前贤，不管是哦认为啊哎很小的哈、哦、一些疑问啊，也一定要问。哦，因为我们有时候不问啊，那个怀疑哦就会产生颠倒。那颠倒以后哦，我们就放逸，放逸呢就无明，无明哦就悭贪嫉妒啦。所以我们从哦那个怀疑啊，哎一直到悭贪嫉妒，它都有连带关系。哎啊，所以我们呢，哦，就是要把啊这个怀疑呀、啊，哦，全部都去掉。怀疑就是解怕感，哦，怕感哦，爱给套捆，套捆的话啊，哦，没有那个解就好了。那假如说有解哈、哦，哎，我们修不成道，那个解在心中啊，哎，那个道就修不成。各位心中有没有解啊？都没有啊，没有是最理想哦。那或许呢都会讲，越努力修道哦，那个问题会越多了，因为碰到的哈、哦，哎，都自己呀、啊、没有经历呀、啊，哎啊不知道怎么样去哦应对，啊所以我们哦遇到这种情形啊，哦有疑必问，一定要问，哦因为有。哦，经历的人啊，他会给我们一些哈、哦，哎，良好的一些哦意见，供我们参考。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哦那一些呢颠倒的情形发生。哎，所以哈、哦、有疑呀、啊，哦一定要问。哦，所以有疑不决，哎，就是哦还没有办法决定。哦，直须真呐、啊，一定要哦努力的来争取，哦争取到呢。这个答案，哦，这个很重要，哦，不是呢，啊，三生呢成人我，哦，这边呢，这个永嘉大师讲，说呢，不是呢，哦，这个三啊生，哎，就是哦，讲他自己呀、啊，哦，永嘉大师自己，哦，在成啊那个人我，哎，不是在分别心，哦，呈现了人我相，修行呢，恐落呢，哦，断肠坑呐、啊。我们就怕哦，修行啊会堕落哦，进入啊那个断见啊跟常见哦那个哦坑中啊，这个断见跟常见啊是我们凡尘啊哦时常会用，比如说哦这个我们呢这个时常听到、哦、人家讲说福德有福故啦吼啊众生的拢众生。这个叫常见呐、啊，常见，哦，然后呢，说一了百了，哦，自杀的人呐、啊，哎，他就一了百了，那个叫断见。那常见呐、啊，哦，跟断见呐、啊，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也会用到了。啊，黑的身心安呢，还有这常见呐、啊，哎呀，无黑的代志呀，还有这断见，有没有？我们生活之中常不常用？很常用哈、哦，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修道呢，啊、哦，不要堕入哈、哦、那个常见跟断见，因为常见跟断见哦都不符合真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哈、哦，哎，就是要中道，哦，要在中道之中，哦，不落入常，也不落入断。哎，因为哦断见很危险，那常见我们不会变化，那不会变化的哦，哦，假如说不会变化的话，我们要不要修道？就不用了啊，因为不会变化，哎，所以哦不是那样的，那样不合真理，哦，所以不能落入呢常见，也不能落入断见。假如说我们在凡尘，我们说、哦、不度众生，那个叫断见，我们很努力、哦、度化众生，那个叫常见。那、啊、怎么样才不落入呢？哦，断肠，各位前贤，怎么样才不落入断肠？
就是呢，我们很努力啊，度化众生，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这个就没有断也没有长啊，懂这个意思吗？我们很努力度化众生哦，叫常见啊，我们不度众生哦，叫断见啊。那我们哦，很努力度化众生，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这个就是中道。这样了解意思吗？嘿，我们从真理来分析哈、哦，因为众生呢，哦，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是假的，嘿，所以我们度化众生呢，是众生的增上缘，增加向上的因缘，所以哦，众生的修道是要自己发心来修，他自己发心才是主因呐、啊，主要的原因。那假如说他不修的话，我们哦，再怎么度，再怎么度哦，都度不动的啦。嘿，所以我们努力的度化众生，没有一个是我度的，那个才符合中道啦。这样懂吗？嘿，因为众生是假象哦，那我们不要把众生定位，嘿，说它是固定的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这个修行啊，恐落断残坑。那我们不要落入、哦、那个断肠坑，不要落入那个坑中啊，这样了解吗？